掌声不断是慈济志工彼此的祝福与鼓励，还有感谢。登记成立25年的慈济加拿大分会，有的慈济志工已经圆满此生，但年年仍然有生力军受证踏上慈济路。行善队伍期盼浩荡场之外，也要继续和社区互动。受到加拿大政府支持和肯定的慈济人，回馈之心从来不忘。每回借着精进研习的机会，再度观想参加慈济的那一念初衷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吴群芳、尤德坤、翁淑如，加拿大报道。